请问民雄大树爷文化祭是咱台湾的四大祭典之一，啊，相传就是大家咧讲啦，这个鬼王大树爷，伊是倒一个神尊所演变的。鬼的，俩鬼的应该是 A 吧？ A， 因为 B 是警察迄种的，警察办案什么的？警察，我刚才听过迄个神风爷是警察，我唔知道关公是警察。不是，关公大部分那是波比，波比警察，波比警察哦，很有意思。哎呀，要做工课，需要大发财嘛，是会拜关公啊。啊对对，伊是正财啦，嘿，应该是。细汉的时阵就知影，俩鬼就是钓，就是金亏，金亏，金亏，是。好，我的答案是 A， 金亏。好，咱来看者，金亏对唔对？因为我拄仔在咧想讲，因为照这个题目看起来，这答案中规哦，真规，真规，真规啦！你哪哪讲我哪袂晓？真规，真规，规哦，真规，看起来是应该是答正确答案。啊，不过我有一个逻辑是安尼想，你讲龟王大叔，大叔，大叔啊，大叔，拢会使，拢会使，拢会使嘛？大叔爷，嘿，大叔爷，因为什么叫大叔爷？观世音菩萨某一个念法叫做观音大师哦，名称观音大师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敢有可能是观世音菩萨，这是我的逻辑啦，所以我的答案是 C， 确定，确定，嗯，好，咱来看者观世音菩萨对唔对？恭喜哦，得到6000块。到底要怎麼念嘛？我先說那個鐘馗啦，鐘馗叫做金龜，金龜哦，愛救他，愛救他，不是虧，不是龜，龜啊，那個是怎麼是這個答案，我說一下，咱那個一般咱說農曆的七月是幾月嘛，所以對台灣頭到台灣尾都有很多跟咱好兄弟有關的活動，對上頂冠宜蘭的啥秋歌，秋歌，吼，好像秋歌，吼，啊，咱家人的中元节，哎，放水灯，中元节，中元节，啊，过来就是咱嘉义闽南的啥物，即大树芽的文化节，啊，南部的屏东恆春的秋歌，啊，这个大树芽吼，听讲伊是啥，观世音菩萨吼的化身。啊，迄个伫咱人的这个七月，伊就用这龟王的形体出现，哦，来创啥，来镇压咱含普渡咱这些好兄弟啊。